一个是换装，一个是不换装。你们想看我换装吗？想看换装，弹幕打出一；不想看换装，弹幕打出二。换装与否，由你们弹幕来指令。那我们待会儿换的衣服是不是又是由弹幕挑选了？是的，服装也由弹幕来指令挑选。我们又准备了两套非常好看的衣服，是吧？倒计时还有20秒的时间，想看提莫换装吗？弹幕打出一哦。表妹啊表妹，你是收了弹幕哪什么贿赂啊？你天天帮着他们说话，天天要给我要看我换装，你能不能你在直播的时候帮帮我说话不行吗？就说还没点到不行，或者把点赞收到1亿，这样我就永远不会换装了呀。谢小妍希，可以看现场换装吗？现场有很多小伙伴，你们看他们围在这儿了吗？他们不就是要来看我现场换、啊、已经结束了，请你立刻执行指令去换装、啊、恭喜大家成功触发换装挑战。那这里全是小吃店，你让我怎么找换装的地方？你必须去找一家地方进行换装指令。知道了，并且换的衣服也得由弹幕来决定。哎呀，那我唱一个歌儿，然后边唱边找好不好？唱个牛仔很忙，因为我现在感觉有点慌乱，有点忙。